或者是供应商，或者是销售商，集中一次性的一种见面。我觉得这个展会呢就几包罗曼有的，即系好多嘅唔同嘅地方或者一啲嘅行业都喺度嘅，保健品啦，或者系一啲嘅体检啦，甚至乎呢可能系一啲食物都有嘅。咁我觉得呢一个嘅展会呢对我嚟讲呢系非常之成功。效果非常棒，通过这次展会呢，来参展人特别多，也同时了解了。 这个市场的需求特别大，全国各地呢做业务的同行呢都相聚于此，互相可以交流，有个切磋。